我们今年的活动代言人，她是全民天后 Yuki 徐怀钰，热情掌声欢迎。好，我们再一次热情欢迎全民天后徐怀钰。之外，这些都是不会变的。然后，因为它是在我的课程表当中，所以之后会有一些规划，都是唱片公司会来做规划的。是。那全民最近在疯狂的一些事情，你有跟上脚步？刚才听到工作人员说，来了来了，赶快收起来，准备要上台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那时候在看歌词啦。你的手机不是在抓宝，你是在看歌词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是不是？抓宝是这个以后的事情，好不好？这个之前跟这个之后，练舞的时候跟所有上课的时候都不可以有这个东西出现。了解，今天是来到我们的捷运的主场哦，我们的办公大楼。我好紧张哦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
我怕等一下外面有宝，没有啦。你可以看一下几楼，或在花圃当中，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现在感觉人潮没有，现在人潮大家都是来聚集来看跳舞。